好以为去了日本的 team lab， 其实这里是位于佐敦的全新火锅店，听说是用了1200万装修的。这些古董电话全部都是店家到处搜罗回来，简直有如时光倒流去到上世纪50年代。餐厅主打养生火锅，这款牛奶玫瑰锅用了日本北海道全脂牛奶和日本玫瑰去烹煮，灵感来自喜欢冲玫瑰牛奶肉的杨贵妃。火锅配料都砌成花卉的形状，绝对是另一打卡位，不同的牛部位够晒刁钻。这款汤底用上龙井配以慢火熬煮的鸡汤，加上杭州初谷，茶味清香，而且去除了鸡汤的燥热，其他的自创配料都很吸引。另外，餐厅亦都有两款以鲜花作为主题的打卡特饮。